5月12日，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，他在场重申，任何人犯法都不会有特权，警察会不偏不倚、无畏无惧去拘捕犯法的人。邓炳强表示，自2019年6月至今，元朗区有60组交通灯被破坏，港铁天水围站、朗屏站和元朗站多次被破坏，而18个轻铁站被破坏了54次，被纵火14次。闭路电视、售票机、八达通机和扶手电梯等多项设施被破坏到无法使用，给伤残人士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，甚至构成危险。他称暴徒完全罔顾可能引致的严重人命伤亡。在过去多个月，元朗区亦都至少有10宗区内的市民或者途人因为政见不同，或者用手机去拍摄示威的场面，或者移离一些堵路的障碍物，而被一些黑衣的暴徒以黑漆噴面，不停拳打腳踢和圍毆的案件。此外，區內不同的商鋪和政府設施合共是被破壞了超過100次，而元朗和天水圍警署包括被市民使用的報案室亦分別是被破壞了4次和7次，這些包括縱火和掟了大量的汽油彈。暴徒針對警方的行為亦包括去年10月在元朗大馬路包围和袭击一名便衣的警员，打到他头破血流。邓炳强在场呼吁，希望元朗区的议员能和市民一起谴责破坏香港的暴徒。他表示，近期有一些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员在暴动中被捕，警方不会有所姑息，会依法拘捕这些煽动青少年违法的议员。有部分在议会入面的人认为自己有特权，可以凌驾法律，在现场是妨碍警方执法。我重申，任何人犯法都不会有特权，警察会不偏不倚、无畏无惧地去拘捕那些犯法的人。当日有市民团体在元朗政府合署外集会称警，欢迎邓炳强到访元朗区议会并出席会议交流，高呼止暴制乱、感谢警方恢复社会安宁等口号。